赛的时间了。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向各位介绍一下担任今天比赛的各位评委老师。好，他们是豫剧表演艺术家文华表演奖获得者王希凌，欢迎。著名作曲家朱超伦，欢迎朱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华孝道主讲嘉宾朱翔飞，欢迎。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欢迎。郑州市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编剧王明山，欢迎。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的擂台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有请三位选手上场，有请他们。同样，今天我们的三位选手演唱的唱段也都和孝道有关系。哎，三位都是盛装出席啊！一号选手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马俊霞，来自河北邯郸。邯郸来的啊？那我想问问你，你学习戏曲是受谁的影响呢？是我妈的影响。为什么要学习戏曲呢？因为我妈妈是非常喜欢。妈妈又说了，如果你是我的闺女，你孝顺的话哈，你去学去。你学会唱戏了，有一天你站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替我去打擂，你就孝顺，我就高兴。哦，我希望你今天有好的表现啊。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二号选手刘占友。我来自登封市，一名农民。说话特别的简单，但是人特别的不简单啊。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这本书名字叫母慈子孝，他买了1000本，分别呢发给1000个不同的人。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孝不但要对父母，还要对社会。对父母是小孝，对社会是中孝，对国家 是大孝。说得太好了。如今呢，刘占友呢也被评为是登封市的十大孝子之一。好，再次掌声送给刘占友。一起来认识三号选手赵燕玲。大家好，我叫赵燕玲，来自商水。好，比赛开始。来来来，有请一号。有请。
吃肉段和满的小年托神云他为我把面来干众人里他为我把药来煎我心里层层乌云风吹散呐、眼看着瘦胳膊变成了溜溜圆到，首先呢，要为一号选手马俊霞来打分，还是15秒的时间。一号选手马俊霞，观众打分3020分，为二号选手刘战友来打分。二号选手刘战友，观众打分2520分，为三号选手赵燕玲来打分。三号选手赵燕玲，观众打分2370分。好，请各位评委老师亮牌，看看他们最后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马俊霞5020分，成为我们本组的擂主，我们祝贺他。另外，我们把掌声送给其他的两位选手，也谢谢他们。好，我们今天的擂主呢，可以获得我们栏目组送出的冰箱一台。祝贺。另外两位选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栏目组送出的 DV 摄像机各一台。好，祝贺三位。祝贺。接下来您将看到感人故事拉金巴，明星擂主孙红艳、白君选、赵金印、百变小精灵牛欣欣共同演绎小品《称妈》。前里也不下地干活，拿个金巴干啥的？娘，燕有发，小嘎嘎，天也来叫了一声俺的妈。俺山上出了一个菩萨洞，洞里边有一个那活菩萨，大户人家八车坐，二户人家都骑骡马。你的孩子我这不中用，无奈何我是在那点金巴，我把金巴。变起笔，我的娘，你坐上我把你来拉，我把你拉到那个菩萨洞，灭气吵吵活菩萨，人不聋眼不花，我的妈呀！首先能骗俺啊，那个180呀！Oh.
厅端下。哎，下来吧。哎，都不回，慢点啊。哎，这哪有菩萨洞，哪有活菩萨呀？啊，娘，我你当真想朝那菩萨洞活那180嘞？这，你说你活那大岁数，你不死，你跟那阎王爷撵兔子嘞？哎，你说那阎王不要命，娘能给他送？娘，你儿媳妇交代了，今天出来，你就别想再活着回去了。打，看见没有？这不是神功，远跳地下跳，要是不跳，对不起，我要往下掀了。有请的我的儿一番话，热身子掉进冷水哇，跳不跳？叫声我儿，你慢动手，轻娘把眼儿别不出。Ha ha ha ha!
不叫为娘死，我白天给你们刷锅做饭，晚上我不点灯，给你们织布方便。见一天把你们吃不完的残茶剩饭给娘我一碗半碗，穿不完的破衣烂衫给娘我一件半件。儿啊儿啊，你就全当是养活条老狗。出门以来那两个三天吵两天闹，我哪过过一天好日子？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我是惹不起人家呀。娘，你今天要是死了，俺还是好好的一家人，你要是不死，俺的一家子可要呼啦了呀。娘，听孩子一句话，那万死不生早死，你早死早脱生。你们想了想是哪合算，哪不合算？呀，娘，别叫孩子我作难了，求求你老人家，赶紧去死吧，你去死吧。出了绝情话，他只要媳妇，他不要妈。既然见他不把娘要，
呀，生分家，我这心就不打一处来。一说分东西，那想的是头破血流；一说养活娘，那逼着往外让。你说这叫啥人呀？啊！哎，实在没办法，最后我叫他哥俩一人论一药，这药的过程，胖了讲，瘦了就发。上一月在老大家，不管咋说，嘿。还算不错，这不我那老姐姐在老二家快一个月了，我心里放心不下，过来看看这老二家两口子，那真是啊，竹竿上绑有虎，是又尖又滑，我可不能让我老姐姐受委屈呀。 哎，这说着说着可就到了。狗蛋儿，狗蛋儿，你这谁呀？这狗蛋儿狗蛋儿的，闲话啥呀？这个难听，谁呀？我是恁舅。舅来了，狗蛋儿，狗蛋儿，咋了？咋了？啥事儿？你舅来了。耶，这到月头不是还有一天吗？他现在还来了？谁知道啊？我跟你说啊，那会儿中不中？中，我跟你说，只要是糊涂老太太，保险中。狗蛋儿，弄啥了还不看人呀？啊，来了来了！就你坐这会儿，你说，哎，舅，你坐这会儿，你想干啥呀？这是，舅，这不刚从海南出差回来，专门给你烧的是东北人参，心灵大枣，中木西瓜。哎呀，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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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中木西瓜让你烧。舅，就是说去看你的，你可回来了？你哎呀，别给我耍嘴了。嗯，恁妈身体咋样？呀，舅，这可不是给你喷的呀，舅。俺妈的身体好的很多的，
能吃能喝又能睡，哪天你考虑没法。我跟你说，俺妈在俺家呀，咦，比起来在俺哥家那算是强多了，强多了。我跟你说，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呦，这要是俺妈一出门啊，那算是十人见了九人夸。夸夸他啥？啊，夸他丰满挺美。你这咋说话？那啥话？那叫。富太，你不会说富太。哎呦，舅啊舅啊，要不是俺妈年龄大呀，俺正准备给她报名参加那个政台大道，叫个什么妈？妈拉松。啊对，我不会说话，你叫他妈拉松。哎，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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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两个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问恁妈现在在哪？俺妈这睡觉了。哎。正在午休，午休啊，午休，午休，现在都该吃晚饭了，还在午休啊？那两个又给我耍岔了，不是？不是，舅，没啥事儿。快把那妈给我搀过来，舅，快去呀！哎呀，哎呦，去都去呗，你还厉害了啥呀？少说了，你走吧。你这不就是个当舅的呗？你走，啥厉害的？舅，舅，舅，咱妈来了。不是，俺妈来了。俺妈来了。你看到知道了。妈，妈，妈爷爷，妈爷爷爷，妈爷爷爷爷，老姐姐，哎呀，老姐姐，哎呀，七天不见，这变化真大呀！你看看，这人也出了。哎呀，这瘦的皮包骨头啊！老姐姐，我的兄弟呀！哎呀，老姐姐，别哭别哭，老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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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不要哭，有啥委屈跟我说，我给你做主。兄弟，我算是调红书叫你啦。咋回事啊？从大进了老二家，我是一天三顿蒸红薯、煮红薯、烧红薯、烤红薯，红薯扑通扑通扑通，是我看见红薯，就范围。那两口子办个好事啊！你咋光叫那妈吃红薯了呀？哎，舅舅，哎，那专家说了，这红薯它可是好东西呀、啊啊！你没见那大酒店的，他都离不了红薯。你看看这红薯，哎，既能降血压，还不长胆固醇。哎，舅，你别看看妈她瘦，哎，她身体结实。哎呀，她一边去！她见我早，一吃完饭。就把我轰出去，说叫我溜达溜达，他都在屋里做好吃了呀。你看那两口子办的事啊，这是。哎呦，我的天哪！妈呀，妈呀，你这可冤枉我了呀！那俺都是为你好的呀，你没听人家说吗？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对我好，听一没个小脸，只要有个小脸给我包了一堆脏衣服，说叫我锻炼身体嘞。妈，你不知道了吧？这生命在于运动，是不是？你这多活动对身体有好处啊！你们看那老年人吃了饭没有事，在那紫金山公园弄啥嘞？都是在那、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一。啊呸！你叫我咋说那好了呀？啊，就凭你对那妈这个态度，我非上法院告你不中。叫，你老消消气，我改，还不中？你千万别去法院，不去法院中，咱得约法三章。啊中。舅，你别说约法三章，你只要不去法院，约法六章都中。八章中。哎呀，趴一边去吧，你给我听住。这一
要跟他妈改善生活，不准他再吃红薯。中。这二，不准他妈干重活。中。这三，中。哎呀，我还没说话呢，你中啥中啊？这三，恁妈想去哪去哪，不准限制他。中。舅，你放心。哎呀，俺保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舅，你老放心，这点小事我保准办到。你老消消气，我去弄俩菜，咱娘俩好对了回。中了。你小子今天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今天咱们是秤上见，胖了又讲，要是瘦了。别怪老舅我不讲情面啊！中。哎呀，我说老姐姐，还得委屈你一下，让我再给你称一称。啊，兄弟，上个月不是称过了吗？咋还称啊？哎，老姐姐，这是大夫交代的，按时称一称，给你检查检查身体。那中，兄弟，我听你的，就再称一回。这回可慢点，上回累得我腰疼了好几天。哎呀，狗蛋儿，有上秤，上秤。哎呀，掌握好了啊！快，哎呀，慢点，掌握好了，来。哎呀，把那马招呼好了。来，慢点啊，你可慢点，来。哎，我说起，慢点，招呼的啊！哎，这不对呀、啊？咋了？这上有咱的老大家是85斤，眼看着瘦成这样了，咋还101还打不住坨呀？就，这你不知道了吧？这叫科学啊，养马。哎呀，你别看俺妈瘦，她。此事哎，我跟你说，农夫的都是精华、哎，你别看俺妈瘦，她有肥呀。分量重啊！你妈称往外，往外开，再开，再开，我的妈呀！哎，我的个娘哎！不好啦，水泡破啦！啊，这水泡破了，他妈的水泡破了，谁快送他上医院呀！快！啊！咦，老姐姐，这是咋回事啊？这不是狗蛋刚才在屋里给我放上的吗？你说是媳妇儿专门买的次凉水，给我吃腰疼嘞。哎呀，你畜生！哎呀，跟你妈你还兑水了呀？就那都是他。你看我不揍死你！哎呀，好，你看我不揍死你，混淆了你！哎呀，给你妈兑水了呀！接下来您将看到紧张激烈擂台赛，范军、李树剑、金不换群星云集，舞女卖兽。这一组选手呢，身份有点特殊，都是我们从河南省濮阳市的清风县选拔出来的选手。那可是孝道之乡呀。对呀、啊。哎，一号选手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来自濮阳，叫葛清英。看着清英应该非常的年轻，今年多大了？今年16了。你像16岁啊，应该是在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平常没事呢，多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问个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孝道。哎，希望你今天比赛有一个好成绩，好吗？好，二号。来，二号选手杨秋英，同样来自河南省的清风县。今天现场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演唱一段大集庄的选段《婆母娘亲心中站在路口》。好，加油！一起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范胜男，今年19岁了，也是来自清风县的一名学生。范胜男，他的名字起得非常有特点啊！谁说女子不如儿男？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会儿看看你这一大腔，现场有没有掌声响起来，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加油！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谢谢谢谢三位这么动情的演唱。来，我们还是要为三位来打打分。首先是一号选手葛青英，支持他的朋友们请打分。接下来要为二号选手杨秋英来打分，请打分。二号选手杨秋英关注打分1770分，为三号选手范胜男来打分。三号选手范胜男，观众打分2440分。接下来呢，请各位评委老师来投票，每位评委老师呢有一票的权利，每票的分值呢是500分。三号选手范胜男3940分，成为本组的擂主。祝贺范胜男！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范胜男其实是第二次当擂主了，第一次是少儿时期，是我们的少儿小擂主。现在又当了一次擂主，我相信格外的高兴吧。祝贺祝贺你啊，祝贺你。好，我们今天的擂主将获得由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空调一台，另外两位选手一样的奖品，每人都可以获得上网笔记本一台。好，再次祝贺你们。哎呀，不播了不播了。哎，老爷，哎，老爷，老爷，老爷，哎呀，老爷，哎呀，老爷，老爷，你咋回事了？你们俩是干啥我啥？哎呀，为奶奶那俩过就是大寿摆宴席，累得俺俩是大喘气、啊。这大红灯笼一挂起呀、过年的鞭炮一背起，姑爷姑娘就来到。爷，你背个球杆干啥去啊？就是啊，你干啥去？打门球去啊！老爷，这咋回事啊？哎呀，你不知道我找那个胖妞啊？咋着？真要把我气死嘞！哎呀，说说。这辈子我算当外头，不该娶这个胖丫头，没想到她出谷，我也出谷，两只手碰头回，要不我就我的爱情跟咱来去，老子一天三餐喝天的都喝在我皮包，大壮骨头瘦啊，就是还能打骨头嘞，这点啊。我越难出去呀、走越走，而要是没用啊，说大头我说道，别随人曾经打了没里头，他不敢笑手打住躲我脸蛋上抽、你看我气死了，兵逃走远，迎接姑娘姑爷了。哎呀，这寿星奶奶还没出来了，您真热闹干啥了？就是、哎，中，有请寿星奶奶喽！寿星奶奶，请出来吧。长我来呀！哎呀，我的娘啊，他真高嘞！老神
今年活了90整，腰不酸我的腿不疼，他的手儿酸我的脸蛋上疼，呀呀呀没了啊，胃口还重，他一天能吃上那八锅烧饼，人人都夸我是个老手不行，哎，这辈子他把我捏得不轻，人人都夸我是个老手不行啊，哎呀，好啊，哎呀，他们都回来了，好好好好。谁当福利是谁当福利？姑娘宝林，妈，哎，他都知道好吃的上道口烧鸡，好吃好闺女，好闺女，好闺女，对，看看还有啥。你看看啊，牛活泼了。老爹娘
哎呀，四姑娘宝林，妈在宝林。四娘，你又把我送来，一喇叭，你见咱河南不用把香花，那还不用把香花。先去等风嫂嫂的字，永远是不可相见呀。登上南山看黄河，正东西西一开发，再去又开封西三个月，上上路径看看出个国令，我说中央生进看个够，看不够中央生我爹回家，等哪哪爹回家呀，哪呀爹呀，我整不想回家了。高兴不高兴啊？哎，不高兴，不高兴，咋回事啊？弄得异常不高兴。你们高兴不高兴啊？你没看我的脸堵住了有多长，我会高兴。那咋不高兴啊？我当然不高兴了。爹爹母亲。哎，什么叫无奶？我无奶了啥？脑袋还空的。你不像，你像个小母狗。你带的是啥呀？这是啥家事？这是你人给我送来。你这你大壮，哎呀，奶奶，你满意不满意？我不满意，我也不高兴。咋不高兴了？我想要的称心如意的礼物，一样也没有。哎，那姑爷们还没包了。我是大女婿，我先包。姑爷带的有礼。大壮，行吧，奶奶。我遇见岳母岳父啊，坐堂前大女婿，我给你们呐、先平安呐、这几年我就是在唐河县的保安，可是没名传呐、可是没名传呐、保安上来，保安上来，保安，看看这，还全副武装没有？我送来这两名保安把门开，没二老的出外旅游，站住，不用把心担。哎，保证没，这人一走来那随便看，哪怕是十天半月快半年了、我保你、这岳父岳母二老双亲，岳父岳母二老双亲一年四季都安全呐、那个都安全呐、哎呀哎
家住河南长垣县，长垣的厨师没名传，有人在北京做国宴，还有人在国外的大使馆，长垣人早前站一站，都用那五亿十八百，而给你送个厨师在身边，你是想吃甜，想吃咸，是喜是愁还是念那个是咸是愁还是盐，保证你吃了带劲又出胎又出胎。哎呀，俺这女婿还拐刀带了还，有请三姑爷保你喽。爹爹坐好了，坐吧孩子。王二老欢欢喜喜乐无穷啊，乐无穷啊。你好，哎呀女婿儿啊，你都知道那忙我好看演出啊，你有手下手下有请四姑爷保你喽。爹，娘，哎，我跟您说吧，啊，说吧，孩子，我家住临州石板乡啊，那个想当年俺临县有十万大军出太行啊，走遍了全国见龙王啊，上都夸了林州的女娃爹，对，人忠厚那个心实诚，吃苦耐劳手艺强，俺们手艺强，对对对，立下之林就是好啊。我在斗笠协会那个当会长，准备着那个弄枪枪一半年来为爹妈建座别墅小楼房，有车铺广场，宽大的阳台晒太阳，修一个门球球场送月花，再修个火车池塘送给岳母娘，功能有用啊，洗也嘛洗衣裳啊，哎呀，孩儿啊，现在都用洗衣机了，那妈我真打了摊我会蹲那儿，那当一趟吧，那还差不多。有请五姑爷保你喽。一步一步啊，水平的家政妇，可是出了名。人品好，心眼正，福州道有热情，
我买来个女保姆，你是用啊叮当把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厕所厨房床上床下打扫的干净净。快步快如风，女士们没说中不中，先生们你说中不中，再问声老岳父你说中不中，中中不中岳父。谁说中谁用，我说我称心礼物还是没有一件。你想要啥？你想要啥呀？奶奶，我想要啥？要啥？岳母，想鸭肉吗？你弄清楚，说的啥？奶奶说清。我想要个电脑上上网，找个网友拉家常。你这个上什么电脑啊？不能要，我非要，不能要，我非要，不能要，你给我出去！我憋住，你哭啥？你哭啥？我哭，我再难找你真表示的孩儿他娘啊！呸！啥家事呀？你说的根本都不是心里话，反正我不让你上网，我就非得上网，我就非得上网。好了好了，爹别吵，娘别气。俺买上两台电脑搬家里，一台一台，恁俩往上聊起来，斗嘴恁就往上去，动手恁就打游戏，交个网友恁俩。啊，面生嫌弃收拾多，是非多。不懂奶奶啊，你这还差不多。哎，我说你当我的网友吧，中不中岳母？你网上名叫啥？啥？上网还用网名？你老扎皮，你连这都不懂啊？干脆我这个网名叫不是算了。你我还叫拉登了我。你这不还是弄着我的车专门管你的病？我跟你说，那咋办？叫闺女女婿选个名字嘛。那也行吧。这个老丈母呀叫荣华吧。爹，你叫富贵吧？太素了，太素了，太素了，太素了。小二丫说呀，今年是狗年。爹妈都属狗。哎，妈叫狗牛。爹叫哥哥。爹，与众不同，一条就活。哎呀，中不中？狗牛，狗哥，狗牛，狗哥，狗牛，哥。生气了！你爹还是吃六环的，你看。